林天成啊，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何妍远。他是离开了，可是这么多年，他对秦昌的感情是一点没变的。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，我也不了解啊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给他安排工作？不是，那就我见面看看他现在的状态，我安排见一下不行吗？行了行了，啊，你听我说，不说他的事儿，说说你的事儿吧。我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。 华龙一号的业主啊，正在挑选调试总经理。这次的要求非常高，大家都在为首堆不脱的这件事而努力，压力很大呀。蒸发器呢，马上就要进入建设阶段，你是时候放手了。上级决定推荐你去做调试总经理。 我去当调试总经理。 这事儿太大了，我这心里，我知道，压力与责任啊都非常大，这就是为什么要派你去党校学习的原因了。这是院里边有意要培养你啊。调试是多兵种联合作战，装料前的调试工作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如何压实每个人的责任与目标，啊，发挥最大的战斗力，打赢闪电歼灭战，这全是调组的责任呐。 正大哥，敢挑战吗？既然您这么说了，我肯定敢。<笑>这样啊，明天下午让林天成到我办公室找我，啊。<笑>好嘞。姚国栋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啊？人家院都说了，愿意见你。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我过去不跟人添乱吗？你好什么呀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啊？儿子，人活着就得干你不喜欢干的事儿。哎，爸，我问你啊，哎呀，行了，先别吃了，我问你呢，你说心里话。 你是不是还想为华龙一号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？是不是啊？你说，我去了，我能干什么？现在机会来了，你怎么还退缩了呢？你能干什么？你什么都能干，医院肯定他有他自己的安排嘛。我不去，你就是怕丢人。 你给我用激将法，你告诉你啊，这招在我这不灵。行，我不激你，也不逼你，反正医院明天就退休了，去不去呢？你自己考虑。哎，你在哪儿？我送你过去。我还打扰你赚钱。哎呀，没你快点吧。没事儿，这孩子。 今天可不是来找工作的，我就是来看看老领导。哎呦，知道了，爸。哎，我送点啊。咱京师的。好，该说啥说啥。啊，走。岳院长，哟，来了，来坐吧。嗯，哎，那你们聊。来，天成，坐。喝茶啊。哎，岳所。 岳院，我试图教顺嘴了。天成，今天呢是我在何媛媛工作的最后一天，我要退休了。你这为何媛媛贡献了大半辈子，正好这退休了呢，可以全国各地走一走，旅游旅游。行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的事儿吧。 我挺好的，今天就是过来看看您。看看我？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想回来啊？我不敢麻烦您。
再过半个小时，我就要去办理退休手续了啊。怎么了你呀？啊，有话就说嘛。行啊，我啊，不勉强你。啊，月月，月月，我想回来，我做梦都想，但是我实在是没脸。吴飞，天成，我记得当年你走的时候，你来找过我，我没见你，还记得吗？现在你回来了，啊，我就想听你亲口对我说一句，我想参与华龙一号的建设。我想，月月，我想参与华龙一号的建设，但是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天成啊，我们对你进行了详细的背景调查，也充分的考虑了你对核研院的历史贡献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莱曼来参观我们电厂的时候，你临时把你的外套借给了我。您是局间外国专家啊，您穿我这个就别嫌弃了啊。还记得吗？今天我啊也要送你一套衣服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可以参与华龙一号的建设了啊，但是要转正的话，那还需要通过院方的审核考试。我希望你啊，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，从基础干起。放心吧，月月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嘞。爸，哎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工作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原本啊，我是想安安静静的走的，可是没成想，大家还是来了。云川，说实话，我每次见到你，我都感到惭愧啊。这些年以来，你跟佳明一直是聚少离多，没过过几天踏实的日子。临了我要退休了，我还把他派到了巴基斯坦。启辰呢，也去了牛耳其。你们一家三口分割三地，真是挺不容易的。您别这么说，干我们这行的哪家不是这样？对吗？其实我们应该感激您，如果不是您慧眼识人，佳明怎么会从一个管理员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呢？他更不会带着华龙一号走出去啊。这是他的荣幸，也是我们全家的荣幸。哦，申龙啊，月月，你也来了。哎，今天你打算让我给你批多少钱呢？月月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所里的经费特别足。那是你们自己干得好，国家重视，你们自己也争气，啊，院里边没有理由不支持你。哎，哎，不，冲大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。
我就是有点舍不得您走，月月，我二十多岁，还是咱们月，现在一会儿快50了，我回头这么一瞧，您走了，我就是最老的那批了，这下行了，我呀，彻底成大爷了，真正的中大爷了，老钟啊。 你还别说，这些人里面啊，我最羡慕的就是你了，因为你马上就要当调试的总经理了。这可是咱们华龙一号的调总啊，全球首队啊，有成千上万的设备啊、器材等着你去旅顺。你想，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我干成了，那是多大的光荣，多大的荣耀，多大的成就啊！ 你可一定要给我抓紧了，我住了啊！记住，您放心，等着病房发电那天，我一定替您多看看。嗯，您保重，辛苦了，月月，辛苦了，月月。 这个机器还得是这新机器。田组长，程序有问题啊！这咋换了新机子，程序还有问题了？这个得找生产厂家。这程序国外的，一来一回。 又得半个月啊！先停下来吧，我想想办法。好，那就按照这个。你们现在需要一名修改程序的专家。是什么问题？技术改良后的一体化卷扬机出现程序错误，现在来不及找外国人了，我们节约时间，只能找自己人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永波，这件事交给你。 行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数字系统的周总师，让他最好今天就能把人派过来，务必今天把人派过来。怎么样，什么感觉？光荣，帅，那是，你爸就是衣服架子。哎，这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，这就是人生啊，儿子。爸，这从今往后啊。 咱们就能在华龙见面了。没错，咱爷俩一起建设华龙，上阵父子兵，这辈子值了。来，老林同志，欢迎归队。谢谢。 周总说，这可是他最好的得力干将。叶启辰，好久不见。欢迎。我的啊，我们的定期实验都是合格的，机组状态正常，后面你们继续关注。好。小薇。不是。 今天是你最后一班岗，交接班的广播你也来播，跟大家告个别吧。好。
二至一交班。大家好，我是秦昌核电站的操纵员孟小薇，今天是我在运行指导班的第1863天，也是我在秦昌核电站的最后一班岗。感谢所有支持过、帮助过我的同事们，我会记住在这里奋斗的每一天，舍不得和大家说再见，但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。希望秦昌核电站一切顺利，越来越好。谢谢大家。太监，何工，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！您太厉害了。这机器确实费点功夫，好在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。您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这儿太热了，我送您上去吧。没事的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再观察一会儿。何工已经帮咱把程序修好了，还不赶紧忙活起来？告诉你们啊，咱们的工期已经比计划晚了好几天了。从现在起，所有人都给我瞪起眼来，谁都不许掉链子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好。大伙儿好。叶启辰，食堂在哪儿？食堂，我带你过去吧。怎么了？笑什么？记得咱们刚认识的时候。你第一次来核研院，还是我带你去的食堂呢。对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，一下子6年就过去了。是啊，怎么也想不到咱们再见面，居然是在华龙一号的现场。所以说呀，当年我们在核研院和林浩典的彻夜讨论还是很有意义的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，有一次你让我算一组数据，我答应你很快就算出来，可是。我花了5个小时吧，当时。我还记得。这次我可是说到做到啊！卷扬机的系统问题，在你们规定的时间内，我已经解决好了。这次还真是多亏了你，能看出来，在法国这些年你学到很多东西，替你高兴。中国拥有第一座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站，是你的梦想，也是我这么多年来。最大的动力，所以周所说让我来玉容现场，我第一时间就赶回来了。何丽子，你好像变了，应该说是成长了，成熟了。你也变了，有一点小总师的感觉了。别夸我了，我还差得远了。食堂就在那儿了，我就不陪你吃了，我还要去趟实验现场。你去忙吧，拜拜。哎，乔主任，你有事找我。小刘，哎，这位是热工所的林奇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配合出差去一趟新方电器，争取尽快把 U 型管的问题解决了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乔主任，我打过电话了，对方跟我说，只要咱们提供详细的图纸和参数，对方就一定能达到我们要求的工艺标准。干采购别太乐观，要留一手。可是对方在电话里面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呀。那我们还跟法斯顿签合同了呢。说的知道也是。行吧，乔主任，您就想好吧。哎呀妈，你就回去吧，你看看还有几个是家长过来送的啊。行，你就让常艳监护自己好好注意身体啊，有啥事跟妈说，别自己藏。我又不是去工地。差不多了吧，聊的啊，别依依不舍的了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这车都快走了，走走走，上车上车啊。哎，走，你看，哎，让我走了啊。哎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。先给我打电话啊！啊，不是不是，先给谁打都行，先给你陆妈打。行，都给你们打，给你妈打，快走吧。走了啊，放心吧。
等核电站建成之后，我得过去陪他。哎，行了，你就放手吧。你没听说过吗？父母和孩子之间啊，就是渐行渐远的离别。对，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放手。你也挺想启辰的吧？当然想啊，烦死我了。哎，那是林奇吧？哎，林奇。陆啊，你等我一下啊。看着就像你。陆妈，张兰阿姨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这不是送小薇吗？她参加了那个华龙一号的那条试队，刚送走。云峥，那我先走了。往哪去？我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要骂人了。张兰阿姨，您如果想骂的话，你就骂吧。是我对不起你们。你没有对不起我。行了，我跟你，这件事情，谁都没有错。啊，李琦，小薇到现在还在帮你说话。他不让我去找你，他去做调试，非要带着你送给他的那把吉他，又大又沉，你知道吗？你少说两句吧，啊。林七知道，你也挺忙的，先去忙吧。阿姨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啊。那我先走了，陆妈。张兰阿姨，对不起啊。设备方面基本没问题了，工人的技术方面，我觉得还需要再培训一下。行，我尽快安排。辛苦了。预运令问题是解决了，但是你们那边还有50多项赶进项等着呢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不都一样吗？行，我去看看。刘经理，启辰，我看这活儿干的也差不多了，这底下实在太闷了。要不然咱俩上去先透口气，等会儿下来再干。走，好。员工，不能站，站人。有时候我是真的佩服咱这些工人。你说这么热的天，穿着长袖工服，又戴着安全帽，有时候我是真的佩服他们这些意志力和忍耐力。没办法，咱们华龙一号工程体量太大了。有要下地的，就要爬高的，大家各司其职，才能把工程做好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，可是话说回来，今天下去的时候，明显感觉田子格这个班组操作设备的时候有点手生。其实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向思琴建议，看看能不能把他们那组人给换掉。但是思琴拒绝了。想想也是，咱们工程量太大，到处都需要人，哪有人能换呢？再说了。他那组人其实干过很多大工程，只不过咱们这是自主核电站首队，大家都是头一回，标准高，磨合时间长一点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看来只能加强培训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还有好多活没干，咱来吃口饭，一会儿接着干吧。走。哦。核心结工程是核电站建造后期投产之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所以各位不要小瞧自己的岗位。虽然咱们是清洁员，但是我们和建设、安装、调试人员都是一样重要的，都是专业工种。还有啊，咱们这个工作需要大家耐心、细心，是份苦差事啊。所以不是谁都能干得好的，也不是谁都可以留下来的。接下来下午你们要进行专业的培训，还要参加考试，只有考试合格的人才能留在我们清洁队的队伍里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下面开始点名。林天成到。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应该没有。范守峰到。李主任，是这样的，留给我们土建总共有24个月，
我们的工作密度、工作强度，还有工程管理人员和一线施工人员的挑战和压力都是与日俱增的。虽然咱华龙使用的是六级进度计划协调机制，会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为咱建设服务，但是安全、质量和进度之间的协调确实是个大难题。嗯，我们管得严了呢，工人会觉得束手束脚的；我们管得松了呢，安全隐患就会增加，所以导致整个工地的气氛就比较压抑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解决群众问题，咱们还是要回到群众当中去。只有走近他们，知道人家的诉求，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人家看不见的围墙里的问题。是啊，李主任说的对，近距离了解大家是一方面。另外，我知道咱们工地上有很多党员，发挥一下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，提振士气，也不失为一种增强队伍凝聚力的方式。哦，子晴啊，你安排一下时间，最好是今天呢就把各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在一起，我们把问题放在桌面上摊开来说。刮骨疗毒现在看可能会有点疼，但是为了保质保量，按期收尾，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术。明白。爸，哎呀，做菜呢。爸，快坐。哎，我这一下火车就往回赶了。嘿，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福气，有福之人不用愁，刚刚做好就进门了。您看我给你带了啥。嘿，是不是这款？必须是。来。哎呀，我说大老远这儿想，原来你在这儿做饭。哎啊，尝尝怎么样。尝尝啊。行吗？别说，还真不错。来，爸，我给你倒上。哎，第一天正式上岗，有啥感受？分享分享。太充实了，就像重新活了一遍一样。多好。哎，新方电器那边怎么说？一切都特别顺利。我以为我要多费口舌呢，没想到这一拿出图纸，人家立马就同意了。你看，那今天咱们是双喜临门。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来吧，趁热。嗯，这也不错啊。嗯。爸，嗯，我听说我师父钟大爷被调去玉龙当调试总经理了，有这事儿吗？跟我说了。我听说小薇也过去了。嗯，对。那个。爸，嗯，有一个事儿，我可能需要您帮我一忙。嗯，您帮我跟我师父钟大爷说一声，到时候啊，就好好照顾照顾小薇。哦，嗯，儿子，嗯，你要是贼心不死呢，你就自己跟你师父说去，这事儿我可不管啊。你呀，把你那心放在肚子里吧。你师父这人我了解，嘴非常讨厌，人特别的好。不用你说，他也知道，是吧？啊，没错。哎，钟大爷，咱不是开会吗？坐吧，正好有几句话跟你说。啊。王虎啊，啊，过两天呢，我就要上任了，这新领导呢，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呀，你得好好的安心工作呀。那我肯定积极努力配合工作呀，但是我呢，有一点担心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。我就是觉得呢，咱们蒸汽发生器已经到了制造阶段，那新来的这个领导他是不是了解我们现在目前？行，你就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不就完了吗？啊，那肯定是。这个你可以放心，新来的这个所长，无论是从业务能力，还是从人品上，我认为。那都是有保证的，而且这个人呢，我呀认识他好多年了。那太好了，啊，钟大爷放心啊，我呢一定积极努力认真，就特别配合工作。广虎，你真傻家傻？咋了？来来来来，你起来起来来，啥事儿啊？还得站起来。张广虎同志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
我走了之后，热工所的所长就是你了。哎呀妈，你干什么呢你啊？我就怕你这样，过两天正式任命的时候，当着所有的人你就这么晃倒了，这点出息。我这不多少年终于熬出头了吗？一会儿想着给你媳妇儿打一个电话，告诉她这样的一个好消息。今天晚上啊，请所有人，咱们所里的多吃顿饭啊。以后你就是所长了，你格局大一点，找一个大饭店。大饭店，大一点吗？大一点。对，大饭店，大饭店，大饭店。当所长，大一点。虎哥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虎哥抢嫂子了？你虎哥这是啊，喜极而泣。等我上任之后啊，热工作所长就是他了。还真成张所了啊！哎哎哎，U星馆的事儿解决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什么表情啊？师傅呀，你傻呀？我都回来了，解决了呗。我就说嘛，我徒弟啊，临奇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我就说我行吧，这回啊，我心里面就能踏踏实实的了。你小子办事让人放心呢。你干啥呀？啊？有事儿啊？啊，还有一个小事儿。啥事儿？小薇进调试队的事儿，您肯定知道，是吧？当然知道了呀。我这次呢，去这个调试队把郭朝英带走了，现在人家是我的副手，这事儿他跟我说了。朝英也去啊？啊。哎呦，朝英这位同志您很清楚的啊，在工作上。一丝不苟的，不苟言笑的，他那状态真的挺让人害怕的，挺给人压力的。你说小薇她是个女孩子，是吧？心里特脆弱，万一遇到点什么事儿的话，师傅，您得帮着小薇顶一顶啊。行行行啊，我知道了啊。对，还有啊，就是小薇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，有点低血糖，万一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您就安排咱们食堂给她炒个猪肝补一补。猪肝钱我也出了。行吧，太好了。还有就是小薇的自尊心特别强，她做事呢也特别严谨，特别认真，对自己呢特别较劲。她这个人呢总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万一她心情不舒服了，师傅您能不能把你那二胡拉出来给她拉一下？我不能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是调总还是我是调总啊？你现在在这调试我呢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师傅我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我就得一视同仁，一碗水端平了，我不能对他有额外的照顾。小薇既然决定加入调试队了，他就已经把所有的困难都想明白了。哎，不是当师傅的我说你啊，你要是真关心人家，真想照顾他，你就像个老爷们似的，跟他和好，你自己亲自照顾他去。嗯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要是有能力照顾他的话，我还麻烦您干嘛呀？小薇她太好了，我不可能让她跟我一起承担这一切。现在，不管我多想她，我都不能站在他面前。师傅，您是知道的，小薇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，她缺乏安全感。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了。您看，就我这么一个顽劣的人，您都能收成徒弟，照顾这么久，照顾得还这么好。那小薇这么好的人，您要不也收做您的徒弟，也好好照顾照顾她。知道了，啊！你瞅我那熊样。今天这个会呢，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，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。我们也需要了解一线的实际情况，这样有助于我们的党建工作。大家都说说呗。我也有个事要问一下。哦，田组长，说。你们今天让我来，是想做我的思想工作？把我们班组的人全都换掉，是不是？我没太听明白，田组长。
我知道，叶公有这个想法，他觉得我的兄弟们没有做过预应力工程。可是我今天话也放这儿，我和我的兄弟们一块来的，要回那也是一块回。司机，什么情况？让我再想想吧。行。齐晨，怎么了？田组长知道你要换人的事儿了。不会吧？我没跟他说过。他听见你们俩聊天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解释啊。能不能晚一点？我不能，再晚他就走了。你先看看。田组长，田组长，我想解释一下。甭跟我解释，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这干活了。我承认，之前我认为你们不够专业，把你们看作是最大的风险项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错了，你们非常厉害。我们厉害啥呀？在设计跟设备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，你们还是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作量。这其中付出的辛苦，肯定超乎我的想象。我呀，现在是真是听不清，您到底哪句是真话，哪句是假话？田组长。所以啊，也甭等着您朝我鱿鱼了，我自个儿走。司经理，我们还要干活呢。乔主任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新房被 A 级收购了。啊？A 级不会同意新方为我们生产 U 型管，迫在眉睫，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厂家。我跟小刘那天跟您聊挺好的呀。林奇，采购第二个原则不要质疑过去，动起来向前看。你会开车吗？会啊。跟我走。咱去哪儿啊？哈尔滨。赶紧去吧。邱主任，我看您这车上怎么什么东西都有啊，吃的喝的。还有睡袋什么的，您这是准备野外生存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你去采购部同事的车上看看，哪个不是这样？长跑业务，车就是家，睡袋枕头备齐了，起码能有个地方睡个安稳觉啊。哎呀，这车里睡得再安稳，也不比家里的床上舒服。这么多年早都习惯了。哎，林奇，你正好把后面的资料拿出来看一下，抓紧时间，赶紧熟悉一下。是这个吧？对，这就是上东重工的全部资料。上东重工这公司我好像听说过，好像是国内制造企业最强的公司了吧？对，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最强吗？为什么？我们的核电站呢，需要全面的国产化，那配套的设备也需要国产化，尤其是华龙。华龙一号不仅是体现在这个建筑和设备材料的消耗上。更多的是体现在带动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。这么强的公司，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跟他们合作啊？订单太多了，排不过来了。所以呢，咱们去的意义是？你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不就是想要逼着我打那个电话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我们今天啊，就是去做同样的事情。哦，明白了。这里面怎么还有电器柜啊？今天去呢，咱们就把这俩设备全都解决了，再回来。林奇啊，我想跟院里商量一下，把你借调到采购部。这，乔主任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！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现在准备呗，我们成立了华龙一号的集成采购项目部，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不是，邱主任，我是热工所的人，我不能随便的就走了吧？说了戒掉不会太久，三个月。我们的工资肯定比热工所的高。哎，邱主任，看您这话说的，我又不是为了钱。那就更好了，反正都是为了华龙一号，在哪里不是做奉献吗？就三个月，三个月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回热工所。那我也跟我师傅去汇报一下吧。你跟他说也没有用，张广虎所长已经答应我了，他同意了。张，
虎哥呀，虎哥，这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第一把火烧我头上来了。行吧，既然领导都同意了，那我也就没什么意见了。那咱们说好了，肖主任，三个月就是三个月，多一天都不行。行，就三个月。一言为定。嗯。你先别生气了，我再想办法劝劝田组长。我没有生你气，我在生我自己气。我跟他说了很多了，可是田组长就是要走。也许是因为太苦了，太累了，可能他早就想走了，你只是个导火索而已。现在工人都有这种情绪，我作为总包方真的很无能为力。设计方、总包方、建设方，三方短期目标并不一致，你夹在中间确实很为难。我以为只要我努力就够了，可是呢？这样，田组长那边交给我，你去忙别的事情。不用操心了，走了。叶启辰当然可以怀疑你的能力，因为他是项目负责人，他不允许项目有任何差错，他必须做到最好。有人在海的那边，以梦为马，沿着岁月的深浅，将来念逐渐。那是他们当初的风华青年，以苦为甜，踮着艰辛的脚尖，将长路铺垫。之间，他们奔向明日之巅，迎风踏浪，让期望留在每天，让光芒从此耀眼。在万人之间，他们一同携手并肩，不负河山，让翻越的冷暖都化作最无畏的纪念。光芒从此耀眼，在万人之间。